相传这风筝谷的世界里有号称困难七王的 BOSS 盘踞在此，而在他们的巢穴里藏匿着每个人梦想的宝藏漆黑装备，其珍贵的程度可能终其一生都找不到。这时有个小资质的勇者，为了找出漆黑装备，号召了14名剑豪每周讨伐困难七王。究竟每周的结果如何，就让这位勇者展示给你们看吧。是几率低到不行，还是可以用数量取胜？全面开战！好喽，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周再战，拜拜。